来选一个吧。就个白米饭加一个汤，有什么好选的？菜在里面，选的什么是什么。那你先选吧。等一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我换个位置。好了没有？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？来，好了，你选吧。哎，我就选上面这个，不要那么麻烦。那先选的先吃了。行吧，那你先吃。今天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选到猪脚了。哇！你算好了吧？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哎呀，我来扣个盆。我就一个萝卜呀！哎呀！